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要吃的是来自 Burger King。最近的 Burger King 做了莫扎雷拉，可以让那个 burger 拉长的那个 burger 哟。再加上 Burger King 也有做一个叫做吃 Burger King， 然后 upload receipt 上传上去提交，就有机会赢得一台 iPhone 12的竞赛。所以呢，经不起那个诱惑，我就去买来吃了。OK， 其实呢，它的竞赛是有附带条件的，就是你一定要 order 大号的套餐，大号的汽水，大号的薯条，还有这个 burger。那么现在就来开吃吧。Ice lemon tea， 那么就先打开啊，这个是鸡肉的，你看鸡肉的中间就有放两起司，看是不是真的像广告那样，可不可以拉到很长？很可惜没有看到起司拉长的那里，不过呢，它的那个鸡肉是很香脆，它那个酱也是有辣。这个蒜头的鸡肉很多汁，这个其实不能浪费哟。吃完了，比想象中的还要好吃，真的。口味的 burger， 讲讲多么诱人的牛肉 burger， 中间也夹满了很多 cheese 啊！来，为什么没有撕开来的样子呢？明明 cheese 都已经在这里了啊，都在这里了啊，有点 sad， 菠萝菠萝奶奶哟。感觉它的那个 cheese 给到很足够，不过很可惜的是，那个 cheese 没有办法拉到很长，实在是有点内疚。该不会是打包回来吃跟当场吃会有不一样的视觉效果呢？真的是很饱足了这一餐。那么下一个会去哪里吃呢？我们下一个 video 再见，拜拜。Oh, okay. Thank you. 去摸一下。Oh my god. 还蛮黏的，很。
就是这个感觉。豆子，よろしく。先到这里了。